看看新闻网。有人在事业上获得丰收，有人在感情生活中有喜。昨天李嘉欣应邀出席商场圣诞亮灯仪式，这天她身穿闪片绿色吊带甲虫型泡泡短裙，配上矮跟靴，身形比起上次出席活动时更显丰满，更刻意以伞形裙掩护腹部。不过被再度追问时则立刻否认，还表示不打算生蛇宝宝。早前指老公许晋亨没有追生的打算，当天嘉欣就笑言连儿子小杰米都不想有弟妹。是其他人有问过他，但是我怀疑他不理解是什么是一个妹妹或者是一个小弟弟，那他就说no 这样子，我不知道他是真知道还是不知道。看样子小杰米虽然未长大，但是爱吃醋的劲头还挺大的。